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是来自红尘旗下的 Double Y， 我是心怡，我是晶晶。那么呢，刚才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首要发达，接下来的新一首歌曲首我不睡我爱你献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不是我爱你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